Hello，大家好。相信今天大家都已经有收到预先登录的简讯，还有那个序号。那这个序号到底要如何去兑换呢？那如果是对 Android 的玩家来说，你可以直接在游戏里面，点选右上角的选单，然后设定，然后在最后这个资料栏位里面呢，你把你的序号填进去。那大小写要记得完全跟简讯上收到的一模一样。然后输入完之后呢，这个确定会亮起来，然后你再按确认就会收到这个奖励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其实对 iOS 就是用 iPhone 来说的玩家，它是没有办法用的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再去另外一个地方用，也就是网页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它是天堂 M 官方的序号兑换网页。好，那登录之后，用你现在想要换序号的这个账号来登录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换。那怎么换呢？具体的做法就是，你进入网页之后啊，你先选择你的伺服器，然后再输入你要领取这个奖励的角色 ID。那 ID 一定要跟游戏里面的一模一样啊，一有错误都是不能领取的。然后序号的部分也是一样，要跟简讯里面完全一模一样。那全部都输入完成确认之后呢，按最下面这个确定。这样就可以拿到更换。那更换之后，它会立刻在你的这个游戏里面出现啊。那大家再去确认一下啊，有可能是在信箱，也有可能是直接进到你的角色背包里。通常都是直接进到角色背包。好，那这样子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参考哦。所以之后如果有任何需要兑换的活动，都可以用这两个方式来兑换。好，那这个简单的教学就介绍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。